是多年不见的好友想要约你去喝一杯什么？多年不见的好友不会找不到我啊。所以你有秘密电话是不是？也没有秘密电话，就家里的两个电话，就打电话到家里面找得到，可以找到我。你都很会接啊，是不是？都很会接。对呀、啊。太会摸摸我了，哇，好开心啊！怎么办？他开始走向模仿这条路了，看你的地位受到威胁。哎，夏克立，你的激动是，你黄家千有没有抱怨过，说请你不要再这样？还好，因为我在家其实没有那么激动，我是跟小孩子玩的时候比较激动，或是我紧张的时候会激动，我是。你我跟他脸去，其实他私底下其实没有那么激动。所以刚才小孩子问的那个摩托车的故事是你的？哦，那时候我其实蛮激动的，因为我是骑摩托车，那很久以前，十年前吧。然后我骑很远在后面，然后看到一个阿嬷的骑脚踏车在路上，他试试看也用一个雨伞，然后骑脚踏车，然后一个很夸张的骑摩托车，他试试看也。我不懂这个文法，试试看。你说他在试，他骑脚踏车同时试着要也拿着一根雨伞，对对对。Oh, OK。可是有一个小朋友。他骑摩托车就是这种，就是蛇形的，对。然后他就过我，然后看到他前面撞到那个阿嬷，然后就继续了。然后他也知道有撞到他了，然后旁边的人又停了，然后去说，我就气了，我就跟着他了。然后他到那个红绿灯停的时候，我就停摩托车，我就下去，然后我说，哎，你撞到那个阿嬷，你要不要回去？他。完全不理我。你当时是讲中文吗？应该有用。就是刚刚。其实也，我还是戴安，我是戴摩托车的帽子，还是戴摩托车的帽子。你戴着安全帽。多人，我还是戴安全帽。然后讲这种，讲这种文法。你要打开。你要打开。然后我也帮他。我说你刚刚有撞到你吗？你安全帽就是你戴的眼镜，你知道吗？给他扣，让他自己看。我没有扣。对，我应该这样。然后他就眼睛就这样子看切面，然后就这样，我就哇！你知道吗？你这个就是看切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那个，咚！然后我也没有，我那时候也没有，我很 nice 的跟他讲啊，我就说你又撞到干嘛？然后完全你当时没有哦这样子吗？我没有哦，然后其实我有的话，其实不会那么大声，戴那个安全帽。所以你是一开窗你就被他吓到了，是吗？后来我就把我的安全帽脱下来放在地上，然后我就抓他，从摩托车拉他下来，摩托车跌倒了，然后就然后我就开始这样子，我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开始打我什么什么。其实我没有要插他了，我要把他的安全带拿下来。因为我觉得我拿下来的话，他就会丢脸。你为什么要送人家的安全帽啊？因为我有没有发现，就是人家开车或是骑摩托车，因为他们有安全带，或是因为他们在安全帽，谢谢，或是他们在车子里面，他们就会做一些他们原本不会做的事情。那你把人家，哎，他这种心态很可怕。那如果人家是没有，人家是戴假发，你也会把人家假发拿下来？不会啦，不会啦。结果你有成功的把他的安全帽拿下来。我有哎，后来有拿下来。那不是他的态度完全改变。成功的是摩托车跌倒了。哦，没有，我没有要他的摩托车跌倒了。你说安全帽一拆掉以后，他本人就变恢复正常。我觉得他就有改变了一点点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看到他的脸，也看到我就他后来就说不好意思，然后借他摩托车，然后开回去了。你说有打到流血？他打我打流血，你流血了。因为他全把我已经把我的拿下来丢到地上啊，所以我要拿他的下来的时候开始打我的脸。最后请问三位激动被归在激动这边，所以赵哥有想要改自己的脾气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这样蛮好，反正都已经是这样，再改的话人家应该会说我 gay 掰了吧，就算了。而且好像你也会看场合吗？对，照整量。就是在别人的场子你就不要太那个，在自己的场子就会比较在不熟悉的环境啊，我们就很低调安静。对。那玉林兄有修正吗？因为你太太会不高兴。我为了太太啦，就是总是不要让那个一整天哦，好像就是因为一个口气的问题啊，然后搞得大家生活不愉快，所以我很尽量的克制自己啊。我最近在奉行四个原则嘛，就是读好书、说好话、行好事、做好人。弟子吗？好，有气节，谢谢，谢谢你们各位，谢谢盛大哥，谢谢。有几次就是我
通告到半夜回家，真的是累到虚脱，听到有人在床上，就是有一个人大字型的躺在那，然后他在讲梦话，会不会那个一翻身亡命在下面？从没变得孩子气。明天晚上10点，中天综合台《空气来了》。